夏天消暑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吃冰。在台南具国营色彩的知名连锁冰品店，不止冰品口味多，又有政府的品质把关，民众吃得安心，所以冰品店内外人潮多，不同风味的人气冰品热卖，业绩长红。天气真的好热，冰品店里挤满了安亲班的小朋友，坐在一起开心地吃起冰棒，暑气全消。我觉得冰棒很好吃啊，它的奶味也非常的香浓，冰冰凉凉的很舒服。夏天吃冰棒很清凉，会让我们心情很开心。凭着国营事业招牌，旗下零售通路冰品店，在一片食安疑虑当中，民众对品质还是很有信心。因为现在就是食品原料，我们很不放心，我们会觉得因为有政府把关，会比较放心一点。这些冰棒呢，每一个糖厂的冰棒都有它不一样的风味，就是这些的原料啊，都是品质保证，大家可以安心来使用。冰品店集合了各地的风味冰品，当然也少不了台南在地盛行的芒果冰供民众品尝。在这酷热的炎夏，要让民众清凉一下。新唐亚太电视史静旺台湾台南采访报道。